充满爱心的世界台湾小姐们为了庆祝母亲节与发扬母爱，特别筹办了第一届母亲节音乐会，也邀请了许多歌星及社区名人一起为天下的母亲表演。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得到了50几位义务表演者的加入，并且安排了50几首有关母亲与母爱的动人歌曲。音乐会中，并将颁发奖状与礼物给予模范母亲。这场母亲节音乐会完全是免费的，也不需要任何的入场券。欢迎大家携家带眷，与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时间与日期是4月30号星期六下午的12点半，地点在洛杉矶侨教中心。这次我们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本来做的都是有关于这个世界台湾小姐选美的活动，但这一次为什么会办这个音乐会呢？是因为我们的小姐反映，就是说尤其他们到老人院的时候，看到这些年长的长者，他们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母亲的伟大，亲情的可贵，所以呢他叫我，就说大家呼吁一起来办一个母亲节音乐会，来这个庆祝母亲节，同时提起这个社会上对母亲的再度的一个重视。那我们也得到社会很多社团个人的这种非常热烈的反应。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